然后现在我会抓紧时间了。啊，我跟他抓紧时间，那个拍那个前，那个拍那个距离嘛，因为长时间都，因为长时间都不是不是在拍了，三天就不能再拍了。刚吃完饭，这小孩子好像很多都想洗澡，你看，孩子想洗澡了。等一下，好像你们这屏幕很小。我现在好了。还是没事，这火车站也行。嗯，好了，嗯。小孩子，我觉得小孩子很想出去洗澡。嗯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可以让那个小孩子洗澡，但是我不会让小孩子进去，大不就是把那拧着脖子弄，但是我的劲儿好像不够大。对，因为你看一只手的力气能跟一只小孩一只半岁的小孩子一块比吗？当然不行了。那如果是大人手应该可以，但是小孩手像我，好像我看见一只蝉。对，确实是，看看能不能把这只蝉那个。对，哎，上我鞋上了，好，哎呦，没下去啊，对，哎，怎么爬我脚上去了？哎呦，飞走吧。去哪了？那怎么这里呢？这是可以，这个是很好的一招，就是可以觉得很凉快。就是现在前面那个是小爱，后面那个是小壮，我给他起的名字是中文名字，如果是英文名字应该就是，我记得上次跟我说过是那个，如果是英文名字的话，那就是 little cute， 应该是吧 ，little cute 和 little cute 和 little strong。哼，不，我今天叫啊，对，就是六双吧。哎，你们看，哇，还有果子变大了，这就是我们的那个一个树哦，你们看才到了，对，看这个树，那就种的是，哇，之前只有这么小，现在变这么大了，不。你们看，对吧？还有那边，它也有。还有那边也有。那还有两个什么？看不见了。就是有四个。我觉得小孩子就不服那个，当然先洗澡是更好的，可以这两块，那水边上也很凉快。你们可以
啊，我想知道你，如果你们有家里有没有养的那些？如果当然你们在知道，就你们我你们家有没有鸭子啊？但是呢，就是我问你，你们家有鸭子吗？养了鸭子吗？还是有鸭子吗？对，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再说，你先说没有或者还有，然后你再说你有没有那个。那个东西，你有没有那个，就是家里的宠物，就是有没有 any pets， 就是那种小鸡是小鸡小鸭或者小猫小狗的。我这是小鸭。啊，小鸭走开！你看这里写着 dangerous， don't touch traps。对，就是危险，别碰。危险别碰，陷阱。对，因为这是晚上狐狸抓狐狸的嘛。这个洞下面就是那个 trap， 就是那个陷阱。对，我想你知道还得硬点，但是那样也不行，那这样更比较保险一点。但是呢，你看是有孔的，所以啥子这嘴可以穿进去，然后不小心碰到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保险，还是最好保险的。小孩去哪儿？小孩去哪儿啊？好，就这样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不知道小孩刚刚是那个是，就是不知道刚刚这个小孩干什么。我小孩做啥了？你们应该，不端午节就是你们带这个对吧？就是那个农高头的那个，就是那个，是那个就那个最最好那个端午节过端午节是那个穿这个，但是我不确定这叫什么，对。就是这个，看好像有点太大了，对，可能就是这个。好像找到一个，爸爸说有啥就可以让我多一点 outdoor 时间，就是出去的时间。哦，还在上面呢，还在吃叶子，挺好的。那是蝉，我把蝉子，哇，蝉子这干嘛？这啊，有时候太小了，我一看别的地方我就忘记了。OK， 先生，我正好它翻过来了。好，没。行了，哎，在哪上呢 ？OK，Nice， 对了，哎呦，就飞走了吧。哦，它回来了，哎呦，走，又走了。哎，我妈说过，就是我一直在想，蝉的电视上是不是会说目前很有一个大 monster 的那个大
他说怪我了，吃掉我们蝉，对，然后就这样的，然后我觉得，而这个 monster 是我，就是这个怪物就是我和小鸭子，尤其小鸭子，对，用蝉最怕那个那些 boss 小猫，我不知道小猫吃不吃，我也不知道小狗吃不吃，但是我也不知道鸡吃不吃，但我知道鸭吃，鸭子吃，因为这现在就想就在吃嘛。这是我们的那个给小鸭子喂的东西。不知道为什么小鸭子就是那个，反正我们计划就是用这个东西，那个这样会留下去，它小鸭吃一点，留下去一点，吃下去容易。但是呢，我们因为有水，所以留下去的时候，就是留下完之后那个就也满了，对吧？反正那些水就把它变成 solid， 就不是，就变成大，对，变成一大堆一大块儿这些东西，所以就那样了，所以就被堵住了，没法再继续了，对。但是好多地方是这里还有几个空，对。啥跑这边去了？这地很长，你们可以分着看。对，你不用分着看，就是这里是最长的。是我听错了吧？没有，刚我完全听见了。那是在哪儿呢？这离我很近的哦，在这儿呢。我该不该那个摸呀？因为这个摸我是要洗两遍的手的。我觉得，你们快说一下，就是你们可以在框外先说一下。我打算还是先睡一下。他不能飞走，或者说，不然我就在树上吧，我就不然就很难在。他还是不行了。为啥？我们要走了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我们要走了，所以快把小孩子赶回去。走喽。赶鸭子，我觉得有时候挺难的。小壮，这是小壮。哎呀，我小孩子越不怕我。越来就不怕我了。爸爸把这个水换成新的了，中间还是有一点黑的色，那种咖啡色的东西。但是呢，没事，反正我觉得这是水，就对小鸭子来说，这些水已经很干净了。
你们呢？你不是要用这个吗？这个，不是，但是不是还有几个那个剩下的地方吗？那个是。可以睡一下。那今天晚上再睡一下吧。放完以后再告诉我。别放这东西了，因为没地方了，就干嘛？不是，那我觉得那些应该也行吧。哦，其实这里，其实你看这里有一只蝉。行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